因应武汉肺炎造成的经济损失，中央部会纷纷提出各项纾困方案。只是方案内容真复杂，未少民众烦恼看会到，吃未到。彰化市公所真大心，领先全国招募志工，设立纾困柜台，服务的地点讲着设置在市中心。中小企业主只要一通电话，就有专人服务协助申请纾困。志刚接起电话，马上回复民众的需求。除了打电话等专人来协助以外，中小企业主嘛会当直接去市公所。好，安尼二楼的呀吼，这有纾困振兴的柜台吼。就因为这波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非常大，真侪中小企业拢要经袂掉了。透过纾困柜台，成功得到纾困的业者讲。看到政府提供的纾困方案，一开始认为应该是看会到、吃袂到，想袂到才敲一通电话，就马上有专人来厝内协助申请。啊，我就是敲电话咧问啦，啊，这也问无，那也问无，啊，结果是公所讲有一个电话，我知影了，我先敲电话来，高先生就第迄工当工就下班就给我。彰化市长林世贤表示，设置由志工负责接电话，唔那安达对方的情绪，嘛会当搁较详细说明政府的相关纾困措施，搁较一一做齐对账，希望会当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。真侪即个民众啊吼，咱的乡亲时代，拢会感觉政府有即个美意，啊因的感受就是讲啊，看会到吃袂到，啊实际上唔是，只要你会晓申请，啊你若袂晓申请。啊，来彰化市公所，啊，阮无分倒位，只要你来彰化市公所，啊，阮的志工遮个拢个朋友，拢会真亲切服务。市公所强调，除了中小企业的纾困柜台以外，公所社会科嘛有专人来协助一般民众申请各项补助或者是救助，不管是头家或者是一般的乡亲，拢会当得到完整的疫情纾困资讯。大彰化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。